3月14号，林心如在综艺节目中聊起了自己女儿昵称的由来。林心如说，她小时候还不会走路时，遇上家人喂食会直挺起身体，撅嘴要食物，很像海豚从海面上跃起的模样。于是家人开始呼唤自己为海豚。如今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后的女儿的名字还没有公布，于是粉丝们就叫她小海豚，这也是对心如小时候名字的延续，简直太有爱了。林心如还表示，女儿有一对美美的酒窝，更透露老公霍建华喜欢抱着小海豚到处走。果然老干部表达爱的方式还是这么内敛。网络新闻，不知道小公主更像谁呀？也是很期待她长大了。报道。